小小能娃，大大本领。8-9-90-91。各路小舞者舞动精彩。空灵的童声，唱响经典。小小的身体，无限能量。爸爸说，只要你一直追逐太阳，就能看。本期的小宝贝们虽然年纪都不大，但是个个都身怀大本领，顶冠舞、轮滑舞、八块腹肌的健身小达人，以及天籁之音阿卡贝拉，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首先登场的是一个称霸社区的广场舞小萌娃郑学志。小小年纪的他已是当地的广场舞小明星。来自哪里？来自双井地区九龙塘，爱情舞蹈队。哦，感谢三位，感谢三位，光天成老师，太可爱了，这个啊，太可爱了，他这舞可跳的不是一般的好啊！啊，您哪年出生的呀？我是第四年吧。第四年。我也不知道。啊，那咱不问了，反正就四我跟奶奶学的，我就没看出来。后来是跟奶奶学的，是我自己学的。没跟奶奶学的呀？可是刚我看你有一个动作是跟那个奶奶的动作是一样的，就走那个十字步，你再走一下试试。这个是不是跟奶奶学的？你看。
说这个是跟奶奶学的不是？不是啊，那就是奶奶跟你学的。他跳的真好，太可爱了，这还可爱可爱可爱，包括啥？人长得可爱，然后跳的技术娴熟，跳的自信，跳到我们心坎里了，爱死你了，小可爱，今儿我就支持你了。你现在会跳多少段广场舞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从7点能跳到9点半。是不是现在如果随便放一个广场舞的音乐，你立刻就可以跳起来？可以，说练就练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你跟谁来的？爸爸呀。好，把爸爸请上来吧。爸爸请上来，让他帮着来解答问题不就好了吗？可以吗？来，有请爸爸。我是郑学志的父亲，名字叫郑光伟。孩子平时生活当中都叫怎么叫他？你们都叫他学志吗？还是他有小名什么的？有个小名叫二屁。叫什么？二屁。二屁。二屁在我们四川来说的话，就是说很丑的意思。嗯，谁丑啊？宝宝起来，站起来。就说在家乡嘛，就说安娶这个二屁的时候嘛，就说好带一点嘛。没有，在有一些这个村里哈啊，他有这样的习俗啊，比如说这孩子取一个那个难听的名字好带。我们想知道一下秦天的小名有多难听。哎，我爹我们家里都叫我三儿。你叫秦三儿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因为在家里我是排行老三，前面呢有两个姐姐，所以爸爸妈妈呢每次一回到家都是叫我三儿过来，我就老老实实。秦三儿，我是排老二，爸爸是排老四，我妈妈是排老三，我姐姐是排老一。哦，你姐姐排老大呀家里。你发现没有，都不用问他就会告诉我们很多。你别笑，包括啥？你在家里肯定也是有那个小名的吗？叫什么呀？我没说，我这还真没说过。我是这样的，我的蒙古名字叫包胡尔察。对，我的汉族名字叫包红彪。什么？包红彪？小时候都管我叫表彪，你知道彪子表彪吗？表彪。后来可能家里也觉得这叫不好，就后来再也没叫过。长大了应该叫彪哥。结石老师。哎，我这小名简单，就叫结实。什么？结实，就叫结实。伟健老师呢？我这个还真跟学志差不多，他叫什么二撇是吧？对，我叫三捺。哎，那我不叫四横，都对不起你们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真的小名叫什么呢？其实小时候很简单，就叫宁宁。后来，就自从说了相声以后，就大家叫我小宁。昨儿那个邻居这么好听呀，小宁很好听，谢谢你二撇。广场舞新秀郑学志，可爱又俏皮的样子，让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忍俊不禁。接下来出场的这位轮滑舞世界冠军获得者秦子恒，将在现场挑战世界纪录，他会成功吗？Thank you.
透露一点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在策划这台节目的时候，我就问过导演，我说轮舞是什么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但他就跟我说是轮滑舞蹈。然后我又提出了一个问，我说会轮滑的小孩太多了，我说我们家小区里天天有小孩这个轮滑都特别酷。然后他说你看是你孤陋寡闻了吧，能够把轮滑和舞蹈结合得这么完美，然后能够达到平衡的孩子在全国找不出几个，子恒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这就是他入选我们今天节目的，我们在全国海选嘛，他能够入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。我也这么认为，你看在现场我就知道有一位原来在节目当中跳过那个蒙古族舞啊，而且我还知道他会轮滑。他会吗？包括他，你是不是轮滑？以前滑过。好，那就是会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会。我见过你跳舞，然后你承认你会轮滑，那今天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完成这个轮舞了吗？来，你来一段轮舞怎么样？掌声有请。但是我建议啊，找一个棉被把它裹起来。不是，你拿我，让我拿什么滑？不，你是说没有轮滑鞋是吧？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我准备了。来我们给你准备了，还是很漂亮的一双轮滑鞋。哎哎、等会儿啊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包括他，你要敢说你会开飞机，我们现在就给你弄一下。掌声有请！掌声有请！放心，放心。你行不行？你需不需要扶啊？好，哎，来，能站好了不得，还行还行，看得出来有点底。你先滑一圈，找找感觉。你需不需要给你点音乐那个？你先试试。要试试吗？哎，你别往那边真摔了。你这样吧，我们这兄弟嘛，对不对？感情也非常好，节奏不要太快，好不好？来一个倍儿爽。音乐起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这个 feel 倍儿爽。滑呀。你教他一个动作。你蹲着那个动作怎么做的？你给我做一个。就不起来。什么呀？啊，完了以后你就一直那个脚跟底下怎么做的？你不是有一动作？哎，你看这动作。哎、你觉得简单是吗？试试。你别摔啊！别试试哦。那个哎，做一个示范来。行吗？站得住吗？这绝对是我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我没他好吗？观众朋友们知道我为什么没他好吗？我没他摔得多，他肯定是摔出来的。我当年滑的时候也摔了个鼻青脸肿的，你被摔过没有？你敢说你没被摔过？我虽然不敢说我没摔过，但我没你摔得那么狠。你咋知道我摔得狠呢？我缺点啥还是怎么着？你刚才自己说你摔得鼻青脸肿的。你把腿撩起来看看，有没有青？哎呦，你看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是？这化妆化的？这青不是很正常吗？确实。是摔的吗？这边有没有？是摔的。其实这个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一件事情，就想练成一门绝活，一门本领啊，绝不是说轻轻松松坐在那儿就能完成的，是一定要有付出。今天是谁陪你来的？是我的爸爸陪我来的。子恒的爸爸，掌声有请。现在在台上就是老秦、钟秦和小秦，对，三个姓秦的哈。你们怎么想起来把这个轮滑跟舞蹈结合在一起了呢？恒恒在这个2岁8个月在学轮滑，后来这个也学了街舞。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就是轮滑界的一个轮滑舞，也是在咱北京举行的。
那时候我们就也是轮滑，就是也是轮滑圈里的第一届轮滑舞比赛。当时候他妈妈就和他商量说，这两样你都会，你要不去试试，他就答应了，就要去试一下。等于就把他学的街舞跟轮滑结合起来。成绩怎么样啊？当时的时候就我自己一个人报名，没有别人。那就是第一名呗，就你一个人。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比赛。2013年那场比赛嘛，我们说嘛，就是在轮滑界当中就是第一场轮舞比赛，也是第一届轮舞比赛。全国应该没有人参加，就他自己一个人去报名了，就在咱这个华北电力大学。当时的时候主办方一看，哎呦没有人报名，我说你到前面去表演嘉宾吧。那个冠军是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轮舞还没有这个概念，还很新。但是到2014年他再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情况是就不太一样了，对吗？在2014年的时候是在上海，那时候就全国就引起全国的重视了，那个时候也是全国当中就比较正式的一次比赛。那有多少人？那时候有300多人参加。哎呦，他拿了一个冠军，也算是咱当时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轮滑舞冠军。小秦，秦子恒今天要在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个记录。我挑战的是双轮转。双轮转你所知道的最好成绩是多少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挑战的是自己是吗？对，挑战你自己的最好成绩。原来最好的成绩是多少？你自己的最好成绩是多少？原来也就10来圈吧，然后就近的时候转过一个200多圈。那今天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多少？300圈。预祝你挑战成功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。77、78、7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04、106、107。等等，宝贝儿，停，嘟，快，行，哎呀，人现在是越转越快，这父亲还在边上说加速，别加了，我们都数不过来了。你再喊我，你要是再一直要是这么转下去的话，我们这期节目就他一个人表演就完了。刚才那个子恒爸爸在旁边小声跟我说，其实在家里条件就是状况允许的情况下，他挑战七八百圈没问题，因为今天转的时候这个地不是很平嘛，经常会有一些阻力，他咯楞咯楞容易摔，但是很不容易了，小伙子，咱们掌声鼓励一下吧。秦子恒的轮滑舞表演点燃了现场的气氛，轮滑技巧与舞蹈相结合，让人印象深刻。下面登上舞台的是一位身怀绝技的朝鲜族小舞者，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演引得现场惊叹连连呢？
着都晕呢，刚才转的。来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赵英文，今年8岁了，来自沈阳，我是朝鲜族。哦，只有8岁。来，刚才开场的这段表演之后，要听一下助力团各位老师的点评。它特别难，就难在它不是原地在转，它整个是绕着咱们场一圈儿转，就有点像地球绕着它又自转又公转。又自转又公转，对。文文，我问问你，你这个罐子沉不沉啊？我觉得你个子也不是很高，我觉得顶这么一个沉的罐子会不会很难？沉啊，嗯，那它是 还好，我看着还行。你别光在那说风凉话，行的话你顶顶试试看。我同意，来，掌声欢迎一下。哦，它是稳定在这个小圈圈上。哎好，行，低点儿。不，你说了半天，你为什么你不来顶呢？万一砸到我自己会疼的。那我也怕我砸到自己呀。那我不疼。哎，我问一下秦天，你平时顶过吗？我没有。没有顶过，你不要站起来顶，就这样顶，因为你别给人孩子把这个罐给弄摔了。而且孩子这站着转，你就跪着转就行了。对，来吧。哎，磕膝盖当小脚，哎，来转一圈。稳当了没？稳了没有？稳了没有？别跟人菜了。你说句话噻。你现在是松手了吗？没松。你现在松开。没事儿，是松开了吧？我心疼人家这罐儿。哇！可以吧？你跪的功夫不错，来蹲着，站起来蹲着，蹲着蹲。我这动作不好看，蹲着转转转转转。还行，就感觉一下，可以吧？大概有多重？已经跑偏了。哎，我觉得不是太沉，但是有哎，这练这东西啊，费一个部位。哪里？脖子。颈椎。不敢动。你看，其他我动都敢动，对不对？脖子一直是不敢动。你就顶着脑袋别动就行，真的。你就顶着。你整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你整场就这么顶着主持一下，我觉着蛮好玩的。你就把这个咱们这个文文这个节目，你顶完了就得了，好不好？同意同意。他们都不像话，就让你转，这太不像话了。你就这么顶着，我们该说什么说什么就行了。那先这样啊，文文，我问问你啊，刚才说了你这个练这顶罐舞是一年了是吧？对。这一年当中是每天练吗？还是？隔几天练几次。一般的顶一次多长时间啊？嗯，不知道。那你认为秦天这个他今天顶多长时间合适？等节目完了吧。行，那你先考虑着，咱们说下边的事儿啊。你这刚才看你跳舞节目吧，跳得非常好啊，跳得非常好。有没有老师教你啊？爸爸吧，就是有一些技巧。哦，这么意思就是说你爸爸是你的老师？不是，有朝鲜族老师，但是在家里的时候都是爸爸辅导我。哦，就是跟老师学完了以后，爸爸在家里继续辅导你是吧？对。来，有请文文爸爸，掌声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赵玉文的爸爸，我叫赵明官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哦，欢迎赵爸爸。我想问一下爸爸，文文的这个舞跳得这么好，他学了朝鲜舞学了多长时间了？他是从3岁半开始学的那个民族舞。3岁半开始学的民族舞。对，完了之后呢，就是5岁开始学的朝鲜族舞蹈。5岁，今年是8岁。今年8岁，3年学了3年朝鲜舞。3岁半就开始正式学舞蹈了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这个投资是不是不小啊？是啊，因为这个罐儿刚一开始顶上去，而且也不知道它什么材质呢。什么材质的？罐儿是什么做的？他就是说能不能，这会不会轻易就碎了？啊，碎不了，碎不了是吧？我可以这样摔吗？可以。啊，是啊。哎，真狠啊！万一碎了呢？这个舞蹈啊挺难练，在朝鲜吧，就是会跳这个舞蹈的也就3个孩子。在中国应该没有，都是他们都是10岁以上的孩子。
但我们在中国呢，可能是第一个，也可能是年龄最小的一个。哦，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见过，他是就是唯一的一个是年龄最小的。就据你所知，现在是唯一的一个孩子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呢有一个外号叫朝鲜族小彩旗。那个照片就是小彩旗。小彩旗呢，只是转圈，但我们呢，也能顶着罐转圈，也可以背着鼓转圈。孩子顶着罐或者是背着鼓转多长时间？最长的、最久的？转圈数吧。啊，但我们不喊停吧，他一直搁那在转。赵云文的顶罐舞绝技，不知道是不是让您大饱眼福呢？下一位出场的则是识得百余种药材的中医小药王，他在现场为我们展示了闻香识药。大家好，我叫李萌慕容，今年八岁。请坐。哎呀，这个从过来这个穿着打扮就一看就特别有那个老中医的范儿。这个药材现在所知道的有多少种啊？1000多种。哇，这《本草纲目》这里面记载了有多少种？1892种。哇，1000多种药你是怎么记下来的呢？这么多。拿它们来编故事。你编两个故事我们听一听。丝瓜和竹子打架，谁会赢呢？丝瓜和竹子打架。丝瓜和竹子打架。丝瓜那应该竹子吧？为什么呢？竹白，又瘦又长的，那还硬。回答错误。丝瓜呀。对。为什么呢？丝瓜可以打通人体经脉。哦，这样。他是武林高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记，然后还记药效。哎。我接下来我出几个谜语，你来猜一猜。好，酸甜苦甘辛，猜一味中药。五味子。哇。九九归一，猜一味中草药的名字。百合。99+1=100。这样的真还真是厉害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我们再加试一题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题目呢是跟实际是有关联的啊。包护耳茶。离家出走20年，死外边了。包括啥啊？离家出走20年，猜一位中药的名字。谁叫死外边了？谁呀？谁跟我有仇？爸爸已经猜到了。当归。为什么是当归？为什么是当归呢？应该回家了。这位中草药的名字就叫当归。你们问半天，我也挺着急的了啊。这个前两天啊，人家给我开的药方，哎，啊，后来呢，我跟他说呢，我是头疼，他就给我开了一副药方。你这个我想请这个我们这个中医给看一看，到底李大夫是不是9岁的老中医看一看，看看这到底治不治头疼。这是止血的，它不是治痔疮吗？啊，这副药是治什么呢？治痔疮。你刚是你到底是头疼还是哪儿疼啊？我头疼啊。你头疼怎么治痔疮啊？他拿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看俩病去了？你是不是有痔之事？是还是不是？看来我是找错了地儿了，这个药以后我还是找你直接开药的。哦，这你还拿回去，换作是我都撕了，留着万一以后有用的。来，收起来吧，宝贝儿。小朋友很棒。接下来我们考验加大难度。他现在已经让我很佩服了。哎，接下来还在挑战，更加的惊讶。来吧，上药。考验升级闻香识药。如果我们这是自己参与呢，这可能大家说这是托。我们再这样，请两位这个现场的观众来，书包放下来吧。我们让这个李萌慕容啊戴上眼罩，然后我们每一位选择一味药。一阳先来，来这个吧，这个，来闻一下。在哪？在这儿。海马。大点声。海马。我来。你来。包爷爷来了。土圆。大点声。土圆正确。你先告诉我，这土圆怎么像虫子？是什么呀？不是那土鳖吧？就是土鳖。哎呀，你走开，下一位。来，交给他。
大点声啊。黄琴。哇，太神奇了你。他早有准备。不能给我，不能给我。来，交给李某慕容。云芝。哇，我们找了半天，我觉得这个他肯定闻不出来，好，一定闻不出来。来啊，把答案给我们啊。在哪？东西在这儿啊。嗯。我只需要摸就可以知道。那他是麦兜。麦兜。正确。我们刚才三个人使劲在挑哪一个味道最淡。对呀、啊、就想挑那闻不出味儿的、那个。行，我们看校长啊。校长挑的是什么？这也太简单了吧。哎。百合。正确。我闻了半天没闻出味道来。没办法，来，酒精训练啊。他这脑子里自带那个检索系统。来宝贝儿，这个我这闻半天、这个、我没闻出味儿来。这有特征，我可以摸。这有什么特征？芡实。芡实。不对啊，好不对，是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错了呀？再感觉一下，再闻，再猜一猜。你不要骗我了，就是芡实。正确。棒，孩子太棒了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小药王李某慕容对于各种中药材如数家珍，令人称赞。接下来登上我们舞台的小宝贝，小小年纪就有了强健的体魄和八块腹肌，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你从哪儿来啊？你从哪儿来？贵州遵义。啊，遵义，贵州遵义。遵义啊。嗯。叫什么名字？李梦哲。你多大了？七岁。要表演什么节目呢？力与美，力气的力与就是力与美，反正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你的节目。气的小伙子，来往前面一点。菲菲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么激动呢？这就只有你一个人选，没有人跟你抢，为什么还哭了？我就想知道，你这么瘦，练出那个八块腹肌是不是特别难？一年多，一年多不到两年吧。啊，刚才的背景话，声音是说你从三岁看到了一个视频，然后你喜欢了这种健美跟舞蹈结合的。
对，那能告诉我你是天生就这么黑吗？不是，是化妆的对吧？首先我觉得他这个节目编排的特别好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，我看了之后我会觉得特别感动。虽然他其实难度也没有那么的多，但是他每一个动作我觉得特别到位，而且充满力量，尤其在他这么瘦的，就是瘦小的身躯上，他展示出来的那个动作我觉得特别有力量，所以我就会忍不住。是菲菲，我觉得你也是非常有眼光。为什么说这个小朋友孟哲是一个小天才呢？他练的时间不长，而且他没有专业的老师陪他练习，他只是跟着自己的父亲练了2年不到的时间，练出了8块腹肌，而且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身体，然后呢1年多不到2年的时间就有这样的成果。是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8块腹肌。8块腹肌，1、2、3，来。对，真好。我觉得你爸爸了不起啊，你爸爸1年多把你练成8块，我练了10几年我还是1块。不是，我特别奇怪啊，你看老包说他那是1块肌肉，我倒觉得这个好练，他这8块他怎么练出来这8块？你拉倒吧，1块才不好练呢。不是，你说一块还要练吗？一块练了他30-40年，我才练出1块了。那得吃多少东西啊？他是练是哪个手指头跟他有关系，还是胳膊跟他有关系？伟健老师，这样吧，这个爸爸请上台来。来，欢迎欢迎，孟哲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爸爸也不胖啊。是，哎，爸爸的腹肌有多少块？爸爸有腹肌吗？有一点，但是没他多。但是孩子每天这个是怎么练的呢？这8块腹肌，他不是特意的去练这个腹肌的，他是很小，三岁以前嘛，就是经常生病，我就带着他跟我一起锻炼。平时的时候我在家里跑步，他跟着我跑；我做俯卧撑，他跟我怎么做，跟着我做；我做仰卧起坐，他也跟着我做，他甚至比我做的还多。是这样的，就慢慢的无意间发现了他这个腹肌的。你不是特意的去练的。那个王菲菲阿姨喜欢一小朋友啊，她都给小朋友有礼物送。那个我替王菲菲阿姨送。你也准备礼物了？2本都拿走干嘛呀？还偷我的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菲菲准备了，总共人也没准备多少本。谢谢包老师。总共准备啊，谢谢包老师。这是菲菲的礼物。谢谢王老师。这是我要准备给你的。但也这本那个礼物送出去也没白送，因为只有你一个人亮灯。再次恭喜菲菲。健身小达人李孟哲带来的节目《力与美》，向大家展现了他的梦想。而下面出场的是一位小小女版李小龙，她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表演呢？好，欢迎欢迎婷婷。大家好，我叫王艳萍，今年7岁，来自广东江门，出生在中国第一家王氏冠王家族，希望大家喜欢我，支持我。哦耶！哦耶！一看穿这套衣服就知道眼熟啊，李小龙嘛。对呀、啊，这最著名的那一段李小龙的双截棍表演嘛，不就是穿的这身衣服吗？对对对对。光是这一点穿着像肯定还不够说服力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双截棍耍得特别棒？是是，那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段？能。来来，我们掌声有请萍萍给我们带来双截棍的表演。Chinese art.
谢谢萍萍帅气十足的双节棍的表演，助力团的各位点评一下。哎呀，这个七岁小朋友把双节棍练成这样可真不简单，给你点赞，非常棒，谢谢。来，包会儿场。我是第一次看女孩子学李小龙，个人认为打得很好，因为别人送给过我双节棍，然后我是练了练几下抽自己几下，所以我也就不练了。不管怎么说你还是玩过嘛，也玩过对吧？至少尝试过，尝试过对吧？没算没有吧。他不敢接话，他怕我让他来练一下。你看我要直接这么说，伟健肯定就会答应了，对不对？伟健就练过嘛。我是真练过。你看到没有？谁说的？没。哎，好像你练过吧？啊，我那时候唱过，嘴皮子练的。对，我团团圆圆在春晚上演过这个作品，当时我们说。熊猫是四川的嘛，我们唱这歌呢，这个要让这个四川籍的熊猫能听得懂，要讲四川话。对，你比如说那个双节棍到了四川就不能叫双节棍了，那叫什么？叫双节棍儿。双节棍干什么？不能说干什么，嗯，干啥子？要连起来一块唱是什么味儿？就得这样。干啥子？干啥子？快使用双节棍儿，吼吼哈嘿！快使用双节棍儿，快打开任督二脉，我把你一脚踢开！双节棍儿，双节棍儿，吼吼哈嘿！四川版本，我觉得是那种慢生活的感觉哈。江西话那个说那个快使用双节棍儿，嗯，快点子，快点子使用双节棍儿，祖香。快点子使用双节棍，祖香。南昌话，如果用蒙语说的话，就叫蒙古族语啊，来，哎，蒙古族语说的话就是，嘿嘿哈嘿，我都可是双节棍，嘿嘿哈嘿，也不可能太极双节，嘿嘿哈嘿，我都可是双节棍，嘿嘿哈嘿，也不可能太极双节。哎呦，真好听！我听出了那个腾格尔老师的那个感觉，就倍儿使劲的那感觉。他因为他双节棍改变不了，太极改变不了，所以他要说快说起来就是这样的。我都可是双节棍，嘿嘿哈嘿，也不可能太极双节，嘿嘿哈。他这还在点子上。是，至少还在节奏里。嗯，哎，还不错不错。我今天我头一回听这么多方言版本，我听不太清楚。用唐山话来说就冷啥的冷啥的。唐山话我不会讲，伟健会讲唐山话。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开始用双节棍儿。他又回四川了吧？女版李小龙王艳萍的双节棍耍的是有模有样。接下来登场的这群孩子有着空灵清澈的嗓音。他们用纯人声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给你们介绍一群孩子，这群孩子有清澈的嗓音和完美的音准。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阿卡贝拉人声乐团。大家好，我是傅舟，在炫童人声乐团里担任高声部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喜悦，在炫童人声乐团里担任低声部。大家好，我叫田冰，在炫童人声乐团里担任中声部，唱一些和声部分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子欣，在炫童人声乐团里担任主唱声部。大家好，我是葛苏豪，在炫童人声乐团里担任人声敲击乐。大家好，我叫周天童，我在炫童人声乐团里担任贝斯声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欣赏到的就是炫童阿卡贝拉人声乐团带来的精彩表演。H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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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
金，三月天内春雨如酒柳如烟内，每一个乐器每一个声部都那么的准确，而且出来之后真是天籁之音，非常。